对，哎，痛风锅来了，好不好？哇，你道歉不？舒服哦。哦，妈，你敢吃那么深的？我加个几粒。如果不够，再加进去煮。牛奶锅跟对不对？生蚝哈、哦。生蚝。哇，这么大一颗，够啥？牛奶，牛奶的牛奶贝，对不对啊？小鲍鱼的九孔，九孔，鲷鱼片，龙虾，草虾，天使红虾，大白虾，又要痛风了，各位，不要太羡慕哦。吃到一半忍不住，还是要跟你们分享一下，牛肉片，五花牛，都已经吃完了，五花牛。啊，猪肉吃完了，这是一般的高汤锅，这是牛奶锅。好吃，这个是海陆什么？豪华海陆龙虾什么锅吧？龙虾。哎呀，我也忘记了。猜猜我们在哪一间吃？来喽，晚上的开热，今晚就给你穿便便啊！来，你乖家，家家家，给。哇，偌大粒你唔知道？安尼啦，这个干贝遮大粒啦，提过咱的沙茶酱，即马袂当食伤重口味，小可温热就好啊。咬一小口。呵呵，米花今日过来食这個痛风餐。哦，来了。哦，我觉得那个韩国生蚝比较好吃，韩国生蚝真的比较好吃。过来我这个啦，高康的啦，九孔啦，真的有九孔吗？牛奶格，这么好，牛奶贝，这么好落呀啦，贝里优，要通风就出一个啦，然后副业吧，我伊有手，来牛奶锅嘛，来一个牛奶格 ，OK。等一下再吃牛奶格，各位，我发现一个超厉害的，你们看哦，马龙给你提起来啦，要收！你看这头壳内底吧，哥哥，搁只虾啊，要收！鲷鱼片，大片的鲷鱼片，好吃，没有土味就是好吃。等一下，重点龙虾要来了。嗯，肉很多，好吃。龙虾，红红的这天气，这应该是大草虾，大草虾来的。一个是白虾，一个白虾，一个大草虾的。那不是大草虾，是天使红虾。这个才是后天使。没有啦，我说这个啦。啊，这是草虾点的，加两两块，你看，啊，那我那两个。就准备啦。不爱，女生说不要就是要，不爱就是要。哦，啊，龙虾蛋来做压轴。来，我们的牛奶蛤。牛奶贝。牛奶贝。嗯。牛奶贝吗？对，他太慢吃了，他缩水了。妈，刚才吃那个就很大。糟糕，预饭团是乱了。大家重要的录影片卡来乱。你那歇困时就卡来啊。牛奶哥，牛奶贝。哇，问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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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导游的。黎明的沙茶酱。问姐沙茶酱。哇，脆呢。来啊，要吃落啊。OK， 好啊好啊，麦克带上来。如何？你把收音孔冻掉了。果然太熟了。你还蛮大方的。来，天使红虾要来啊！天使红虾也无买溜啊，伊帮你去藏你啊，你要信吗？无天使红虾藏你就多了。哎，没嘞，这个没帮你去藏你。它只是一个断尾而已。它只是一只断尾求生的虾而已。
大草虾，这不知叫大草虾还是什么，我也忘记了。三只大草虾竟然比铁红虾还大。那三只白虾，做一间了白虾。哇，真的是，这一锅可以堪称虾虾锅了。通风锅。但龙虾搁菜类了，不是安尼讲的啊、哦。今天暗时肥婆的摘树叶啊。放马过来。安尼。我母啊讲虾子都新鲜的，会烤烤无？会脆啊！会脆啊！鲜甜又脆。哇、哦，大草虾，啊，咱会好阿未？差不多啊。好啊，赶紧来吃。白虾、大虾。待下咱的重点，他来特别对付这只。这是白虾。这是白虾。哦，白虾还蛮大只的呢。对啊。哎、嗯欸，各位，这一间服务还不错呢。那个大只的。大家要知道那个天使龙虾肠泥很粗嘛，他帮你去掉哎，而且这个大草虾也蛮帮你破棒哎，不破背去肠泥嘞，你快点我解说嘛，啊白虾就没有了，来对比一下，有无？做大只来哦，都很大只的，好了开吃，开吃，肥婆交给你了，整盘都搬过去，怎样？交给你目睭啊，负责录影啊，怎样？晚上我要改工怎样、啊？不用录影，你也是。我也是，都是你在做。我很会剥虾嘞。好锻炼眼睛。好了，剥好再吃给大家看。你这帮你开背，给做背呢？这是大草虾。大草虾，其他拢摆背好了。暗时开了，今拢帮你背婆拢帮你做。诶、欸，紧张哦，很紧张哦。那个疼过来，尾流是重点。这还要吃了，力气不够。这还要吃了，挂尾流扭起来，我等伊。来，吃看麦。来了各位，感谢肥婆，先吃白虾啊，喝熊为熊简单的吃。人家说打怪不能直接越级打怪，我们要先从小怪开始打。吃无？嗯，好吃，好吃，你吃一个，好吃。倒着。好了，好吃吗？新鲜。新鲜，烤烤。接下来要为大家吃的是天使红虾。天使红虾刚刚不算是有猪汤的。肥婆讲咧白肉安尼软软。应该说比较容易破掉。嗯，不会啊，不会软软，很好吃的。真的。嗯，它只是它的肉没有那种弹牙那种感觉。也是很好吃，不是可以调光线吗？可以啊，我等一下教你。你帮我调，然后按呼吸吗？还是来喽。好，不错啦，我觉得天使龙虾吃起来就是这样。肥婆面有蓝色。我没有吃过天使龙虾，因为我觉得口感 好奇怪、啊。口感就是没有那么脆而已啊，小脆。像在吃虾子、啊，像在吃虾料理。大草虾，去肠泥大草虾。来哦，真好吃，来让肥婆吃。我感觉草虾跟白虾其实吃起来都行了，都行了，这是大细只的。嗯，哦，都行了，喜欢硬一点的，女生都喜欢硬一点的。龙虾，龙虾，你就安心的去吧。还有它的龙虾身，哒啦！哦，另外一边剃到偌清气，啊，这只，哇，还有膏哎、哦！这就是正港的龙虾刺身，来哦。它没有切吗？身体没有切。免啦，规有呢，一般切一半呢，一半我唔爱吃。哇！
哎、欸、妈，你要离阮家住吗？啊，是要到你遐住？你到到你遐住还阁加汤哦、喔？慢啊，这块。哎，伤咸吧？好吧，无你，哎、欸，无你，你家你的油锅锅好啊。啊，无到我家住就好啊，到我家住住的。好啊，我带到我家住住的较切一半哩。哇，龙虾刺身，而且龙虾头。哎、欸，他也是切一半的呢。哎、欸，都是肉呢，要修，要修这汤安尼落，敢站得掉？安尼你暗时敢站得掉？站袂掉，站袂掉哦。今麦你就站袂掉吼。哎呀，人哎，伊、欸、这安尼真正都有心意的，帮你处理个安尼。真个。真个包汤个用吹个好食，蟹膏较袂浪费。蟹膏较袂浪费，好啦，煮落啦。龙虾，我讲龙虾伤大只个，放袂落。嗯，我是感觉遐蟹膏都拍算，啊，融入汤中，做想要食个无？各位，这部影片我们一样晚上十点吧，看一下我们多奢多奢侈，顶管蟹膏我都甲勾起来淡掉。因为复杂的太多油了，外蟹膏，外蟹膏，外蟹膏，我都把蟹膏淡掉啊！我们吃龙虾没有在吃蟹膏的。来来来，好了好了，龙虾生好了，重到夹不起了。硬乖硬乖，超大的哎！你可以叫它虾750克到800克一罐，好像哎、欸，这样好像西餐哦、喔，有没有？刚吃一嘴就够大啦，这顿就够大啦。来，各位观众，我要来吃龙虾啦。问一下问题哦，小夸问一下就好啊。本身的甜味应该就很赞了。我喜欢手不由自主想要戳你看。来喽，我要吃喽。哇，好好吃哦！超大的，好饱满哦，好舒服啊！来来来，对，好，半杯半杯量的，半杯量的，来嘛，这地给你友好些，半杯的哦。啊，好啊，不，我都有头的，无你倒只头。哇，我们的蟹膏都不见了啦，蟹膏剩这样啦、啊。哎、欸，你吃的、喔？好吃，很好吃哦、喔。嗯，超粗的。好了，一口塞了，一口塞了、嗯。没办法、啊，一句话要塞你啦。没办法、啊，没办法，我那个那么。好了，我要来吃了，拍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上面都是肉呢。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它的膏都流失了。这个不知道椰上面，这个要给它转掉。今天的冠军虾。这个不知道是什么，这个应该不能吃。椰脑髓。过来，这样应该都会当解。哇，为了吃我的铁砂掌，又再度现身。好吃，不介把它领个。哦，太好喝了，太好喝了，太饱满了。哦、我抹吃到好好吃的，香啊，吃到很饱满的，整个嘴都饱的、欸、这头肉很多呢，很饱满，哇、哦，肉超多的，舒服、欸、这头这头让蛋水煮完，这头里面也还有肉、哦、你们看里面还有肉的、哦、安息吧，你死的有值得了，哇，太舒服了，各位，想不到这种大龙虾可以一次满足三个人的欲望，这肥婆刚刚留给我的，哦，加沙茶酱更好吃，还有这一口，还有这一颗头里面的肉，太爽了，太爽了。这头里面的肉也很多，你看，
被肥婆赚一些，赚一些过去了。满口的龙虾肉啊，各位！各位，你们看这只龙虾，它的残骸，然后你再看一下它的眼睛，它在瞪我。他说：“恁爸因可能给食了了啊，搁害恁爸你这水深火热，你看气甲规个拢滚起来，规巴肚火啊！你看。”他们不得翻身。好了，这只龙虾头最后的一道菜。龙虾头，愤怒龙虾头，嚯，那么气嗲嗲呢？背上很多刺啊，当时背上很多刺，以及头上很多刺 ，keep up 六啊！好了，感谢今天大家的收看，不要太羡慕啊。这一间锅就是台中的乐锅，它有好几间分店。有兴趣，大家 FB 搜寻一下就知道了。拜拜。你看这条虾头背起来，肉够这多，足足有这么多都是肉啊！嗯，当他的面把他头上的肉吃掉。嗯。嗯嗯，你看头，这剥得多干净。OK， 拜拜。